欢迎收看《维新世界》，恭赞王禅老祖天威赞记。王禅老祖开济天龙，万圣之主护我七少帝。阴阳日月最长生，可惜天地难分明。今有真圣鬼谷子，一出天下定太平。南无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各位维新圣教，物续千秋，护国息灾。齐安大法会坛上，中华民族15615姓氏列祖列宗诸祖灵，及坛上各国莲座上诸祖灵、诸圣灵、十方法界三界万灵众等，阿弥陀佛。我们这一节继续为各位来恭赞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稽首顶礼。风水祖师，满天下比比皆是的风水祖师。那么风水有正法，也有邪法，邪的法是已经离开了人心，慈悲、善良、利他，所以为邪的法、邪门。圣法、正法，就是以利他。理解风水就是天。你违背了风水学，就是天理，违背天理，逆天走亡的道理。所以本维新圣教在每年的暑假都有举办大专暑期易经心法风水学精进班。在维新圣教禅机山仙佛寺的台北道场大安寺树林大安寺举办暑期大专生的暑期班，完全免费广收各级学校都大专大学生来学一个月，整整一个月，提供给他吃住，由圆德法师来负责转法轮，圆道法师还有各位我们的法师、优秀法师轮流在教导大专学生，从易经、风水、宗教三合一融为一炉，教导学生在短短一个月内认识自我、认识环境、认识古德圣人的心法。现在已经18届了，
接下来2019年的7月1日开始，就是第19届。啊，有一些家长认为这个实习生啊办这个呢是未免太迷信，因为他不懂得天理，不懂得道理，所以会这么想。我也不怪，啊，因为个人的法缘嘛。啊，好多学生啊，原来在家里认不清楚自己是谁，不了解父母的恩与情，啊，来到这大专实习班之后，回去了，孩子认清自己，认清父母的恩，啊，祖德流芳，所以把家庭重新建立起来，和谐的家庭。这是也是王禅老祖他的慈悲耶，养贤蓄才呀，啊，养贤蓄才，培养每一个人都是贤者，培养每一个都是大气的菩萨来到世间，只是没有这个机会来重温旧梦，无量劫来放在内心里面的智慧。所以王禅老祖才要我们本着养贤蓄才，成立了一间大学，然后又以养贤蓄才，天下太平为我们的目标，我们做了，正到了，学生的改变，家庭的和谐，啊，这是王禅老祖的天威啊！我们在又举办了在义经大学维新圣教学院，啊，举办大专建筑系的、土木系的、啊，室内装潢设计系的学生，也是暑期班一个月，告诉建筑系门的学生们，啊，要尊天，要懂得风水学，你来为人设计，为人服务，啊，为大众的建筑，一生好不容易盖了一栋房子，啊，结果你设计按照你的学校教的糊里糊涂，啊，那奇形怪状的设计，结果住进去了，家破人亡，事业大败，妻离子散，很可怜的。那罪过是谁？是你设计，你建筑师设计你的罪过哎，还不晓得，还在自我贡高了，我是建筑师啊，有什么了不起？让你害死的人一大堆耶。所以王禅老祖颁了天意，要我们要举办这个风水学啊的建筑设计班，啊，暑期精进班，啊，一个月也是免费食住，也由我们的台湾第一位建筑师的风水学建筑师博士邱金印建筑师事务所的邱金印，我们的法师圆泉法师，啊，他在教各位学生。也由我们的台商服务联社社长延伸法师，还有其他的法师轮流来教导他们，教导学生们，希望这学生们啊到社会上设计完美的
又能够适合人家住的会平安的房子。过去的错了错了，也没有办法改了。啊，那么以后新的设计就不要错嘛，就有如我们仙佛寺有一些蔓草很多，啊，老祖开示把树种高起来，树下的杂草它自然就会消灭掉，就灭掉，不会再生了。同样的道理呀，这是道啊，这是宗教的最高境界。所以我们维新圣教学院易经大学啊，办了这一个暑期班的大专生建筑设计风水学啊的关系呀， 办得非常的好。啊，尤其庭园景观，庭园景观设计的学生，你要懂得风水学，不要乱画乱画，到处抄人家的风水的啊图样，你就搬到你作为你的作品，结果位置你放错了，被你害得凄惨，凄凄惨惨，家里妻离子散。这个人很多啊，这个也是王禅老祖要我们保证啊。所以啊，王禅老祖在教育上啊，间接直接对众生对社会家家户户的利益啊，利他已经开始启动，而且有相当的正道了啦。啊，再来学校的教育，我们很多老师都对学生啊很有爱心，但是一些学生白天来睡上课就睡觉啊，你告诉他他也在睡，怎么样都不听话啊，很凶，奇怪的啊，这读书也不读啊，会进口熟，用你的爱来关心也没有效，这个一定有原因啦。所以我就成立啊这个主题学校教师易经风水研习营啊，接受过各级学校的老师啊，你来维新圣教学院来这里学习来研究，我们有我们的很多法师轮流将精华将正法传给各位老师，然后回去学校，学生有问题的有烦恼的你绝对可以找得到，甚至学老师的自己的问题也在里面，你就在短短20天的时间，你已经将一生你所学的教育教育方式改变了你的看法，让你更进一步更升华，这个也是我们的养贤蓄才嘛。所以我也很欢迎啊，我们各级老师啊，尤其训导的老师们啊，你们可以来啊维新圣教学院来学啊半个月的啊这易经风水妙法。啊，其中我们人有命卦啊，我们会教各位命卦，了解每一个孩子他的命卦，他命卦他有优点，他的缺点，他的长才啊，要怎么样来照顾他，他的思维哪里有问题，先了解你才有办法来教他呢，不然你照书练
哎呦，练大家都会练嘛，好，越教越输嘛。哦，所以老师都花了很大的精神，结果收不到效果，那个也头痛。啊，这接下来呢，啊，我们就请老师来接受我们的上课，啊，将妙法传给各位。再来也有秀水高工校长，啊，以本文心圣教啊所签订的合约，啊，由各级学校的啊职业学校建筑科啊庭园景观设计科，还有室内装潢科的老师来学，啊，也是20天。我们在教各位老师，你们要教学生，要教他们有利于社会的法，不然教你凭空想象去画图，还有那里怎么画，乱七八糟，家庭乱七八糟。啊，曾经有一次，啊，一位老师，啊，他呢，啊，有很多烦恼，来到仙佛寺找我。他说：“老师啊，师父啊，啊，我家里有很多烦恼呢。”你说怎么讲？你问我，你说，他家里重新装潢，他请了一位装潢设计师帮他设计。啊，结果房子搬进去以后，啊，一住了，每个人都头晕，头晕嘛暗，那你一定有动线错了，颜色折错了，还有那个该高不该低都颠倒了，啊，那标新立异的，啊，很有艺术的，我说那胡说八道的艺术啊。他说：“是啊，都是你讲的这样啊，那怎么办？你他出门来就没有事，进到房子来愁眉苦脸。嘿，这就是风水问题嘛。”所以，啊，这位老师哎，他也很无奈的说，我请朋友介绍了这一位设计师，是台中非常有名的设计师，啊，有名没有用啊，要名师不要不是有名的人，有名的没有用，要真正的明白真理的人才有用，所以那么你要这样。你就自己学嘛，你不要管说这，叫这个来设计对不对？你怕他错了，你们就自己来学啦。啊，那你啊，想干单娘，自己保护自己嘛。求人不如求己，求己不如求真正的自己啊。以上都是王禅老祖，啊，让我们养贤蓄才，自我培养自己的是人才。啊，自我培养家里的人才，啊，大天下太平，小天下家庭的就太平，就和谐了啦。那今天刚才上一节我上完毕了，还要休息，刚好越南我们一位弟子，啊，他的女儿怀孕了，啊，女婿，啊，就是。在大陆，啊，大陆的帅哥，啊，来了，我看到他，我很高兴。啊，我们这一位弟子呢，他在越南，啊，经营这个自助餐的便当给工厂。啊，原来工厂风水错了。
就请台商服务联社元孙法师啊，这很用心的协助他从头设计规划啊，那位置怎么做啊，动线怎么留啊，门怎么做啊，做了就很顺啊，很顺的就买了一栋房子啊，现在呢啊，在越南他的生意好得不得了。这为什么？风水对了啊，他符合风水法则，符合风水法则的公司啊，他的客户吃他便当的都很平安，都很健康嘛。所以你风水做得对了，是利他耶，不是说哎呀，我来相信风水是只有利我自己。事实上，我相信风水是在利他，利谁？利你的亲戚朋友，利你的家庭。啊，夫妻啊，你风水对了，是利哪个他？利你的家庭的小孩子，利你的父母兄弟姐妹，不会因为做事业失败了，相互的拖累，相互的拖垮了啦。啊，那怎么去利他？所以你就先利他嘛，然后亲朋好友跟你做生意，你做得好，朋友也做得好，啊，大家都好嘛，这个就是利他嘛。在风水学是最利他的直截了当的方法，妙法妙智，所以我们尊称王禅老子为妙智圣啊。啊，所以各位同修啊，王禅老子是大陆的神，我是台湾人，但是几百年前我是从大陆来，等双贵台湾，把妙法带到台湾来，把这个妙法呢在台湾来发弘扬发扬。哎，有一天一年时机到了，啊，我们也可以带去给中国大陆的我们的所有的同胞，啊，也在利他利大家，所以大陆啊一些。的官员政治上的关系认为我有妖言惑众，所以我的电视在大陆都被他们关掉了。你关我的电视啊，也关不了人的心嘛，利他利大家，大家平安嘛。啊，所以王禅老祖开示我们，我们要无畏的布施，不要怕说哦，政府的政治因素啊，你们就把你的电视啊到你的区域把你关掉了，不要让百姓看到啊。这种愚民的方式呢，我们不予置评。但是老百姓同样是从天上来世间的，大家本是天下一家亲，大家本是天涯沦落人，来世间上我们就是要先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然后帮助他人，这是利他主义耶。哦，所以老祖啊的大慈大悲啊，所以王禅老祖我们恭赞他，说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啊。啊，我希望我们各位维新贤士同修们，大家要有广见。啊，心胸要宽广，以利他为主，同是天涯沦落人，有的这一生有续缘，有的前生的善缘啊，以这一生会碰上，不论天涯海角啊，我们都是过去生有缘的好朋友，也许也是自己祖上之德亲人啊，或是我们的恩人。所以啊，这一节呢为各位来阐述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啊，祝福各位。